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呢是2月9号，农历腊月24，也就是所谓的小年。不知道你们买年货大扫除了吗？很遗憾，英国并没有放假。唉，说多了都是泪啊。但是没关系，今天我终于拿到了它。没错，HomePod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一起来开箱吧。首先，我们撕掉外包装。好了，这个包装就没了。连刀都不用，来啦，这就是 HomePod 了。我买的是白色的，看起来还不错，哦，还挺沉的，有一股奇怪的布的味道。那这就是 HomePod 本身啦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。哦，就这样，也没有很多东西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些文件什么的，还有一张贴纸，很简单。好，那这就是 HomePod 的开箱视频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还有在下面点赞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嘘。